你好，你们好吗？我希望你都很好。我今天不工作了，我今天学习中文。我有问题，你好，不客气，你要那是我学习，我要学习中文和世界舞和西班牙舞和葡萄牙舞，不，葡萄牙舞，可是我明天工作，那么明天我不能学习那些舞。我明天能学习中文。再见。